你好，欢迎收看《音响世界》。导演李启源写了一个剧本，叫做《纯情天妇罗》，邀请歌手陈升一夜讲完人生中四个女人的故事。我们开场不要讲太多，立刻来邀请我们的来宾李启源导演。导演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威尔森你好。嗨。升哥你好。嗨。是一夜讲完四个故事哦，不是一夜有四个爱情故事哦。我没那么忙，我挺不住的。所以威尔森演的是，我是演升哥的青梅竹马。有气也一件，没想到威尔森喜欢大叔，现在是流行大叔的时代吧？是吗？是不是？我的很好的一个纯情故事，每次到他嘴巴里面就变得有点猥亵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种。所以我们让导演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次的合作，好不好？很特别，在台北艺术节里面邀请了陈升来一起演出。第一个台北艺术节邀请我们，我就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是因为那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聚会里面，是我们的艺术总监他喝醉了，然后就跑来跟我讲说，要不要这次艺术节要不要来做个节目？那时候你很清醒吗？没有，我比他更醉，也喝醉了，所以我就说好啊，然后。隔天我又跟他喝酒，他也懵了，我就说森哥要不要来做一个艺术节节目？我没懵，我是听到艺术这两个字我就特兴奋，他就说好啊，我终于可以跟艺术家连在一起，做一个几十年的那个脑满肠肥的那个流行歌手，哇塞，一听到艺术这两个字我就想靠边去了。真的吗？嗯，都动位调了，我都好想当流行音乐歌手。我的最大的梦想想当 rocker。 对对对，因为他想当 rocker， 他做什么事都可以耶，对不对？那边的艺术家呢一直想当流行的那个派别的人，嗯，我们就是流行的人一直想要挤到那个艺术家那边去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升哥你觉得当艺术家的感觉怎样？我目前还没有，我只有沾到艺术节的边而已，我还没当着艺术家。我最近因为艺术节的关系，我跟几个艺术家混在一起，比如说吴天章先生。是我们这次的合作，其实是三位中年的型男大叔。我要是说他是，如果是号称全国最贵的艺术家，嗯，他又要怀恨我了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说话。他的个人行为是怪怪的，比如说他在我们的那个表演里面，他给我们这种威尔森这样子漂亮的妹妹们戴上了面膜，让他看不到他们的脸。你说这行为是不是很怪异？是皮膜，还不是那种敷脸的面膜，是皮膜去做的。我不晓得，他跟我讲说，这是他的艺术家的创意啊。对，他说他都自己亲身戴过、穿过。啊，对。所以导演，你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有，他说。这就是艺术啊，这样不是？他说，哎，这个会有一点兴奋的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可能有那个塑胶娃娃的念癖。让导演讲一下这个戏的剧情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对，让观众进入一下这个戏。剧情其实《纯情天妇罗》，天妇罗其实就是森哥主演的男主角，男主角叫天妇罗。他半夜，然后在网络上 po 要卖一个金属的假牙，那刚好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，一个女孩子晚上睡不着觉。就看到有个金属假牙卖，就很好奇，就为什么会有人半夜PO要卖一个金属假牙，所以呢就跟他上，就问谈价钱，然后他就跟人家讲说，如果你们现在过来面交的话，我就便宜你多少钱多少钱这样。所以那女孩子就来很好奇，就跑来跟他，就因为不能在捷运站交易嘛，所以被人家那个站务员赶，所以天妇罗就说，那不然我们出来，我请你喝一杯咖啡。就从那边开始，他开始每一段的爱情故事都跟这个假有关系，就讲了他生命当中的三个最重要的女人。嗯，升哥他刚刚还笑人家说皮膜很奇怪，他假牙怪不怪？这个是他自己的故事，他晚上不睡觉一直在有点闹。我说你还好，就是拉到这个网页哈，再往下拉。什么西兰骨头跟棺材拢摕出来卖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假牙的原因是？他自己的遭遇啊，他说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怎么这些艺术家都怪怪的？是不是又皮膜又假牙？皮膜刚刚还笑人家齿膜的。哎呦，半夜在那个捷运站里面要交易这个齿膜，你看这个很怪异的行为，而且是他自己去跑去买的，他买了一堆回来，你自己上网去买假牙？是啦，是啦。
对，我就说啊，他刚好还拉到这个网页，再往下拉就是骨灰案啊、西洋骨头跟瓜茶全部都拖出来，就是纯纯棺材板。我说这些人都怪怪的，我突然觉得当一个流行歌手是很侥幸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后悔要当艺术家吗？都聊了去啊，我这么喜欢吗？所以导演在这个剧情里面就设计了很多的剧情，然后让笙哥去诠释嘛。我就让你自己讲，他自己设计了很多，都不在我想象的范围里面，他自己设计了很多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我也不想，虽然我们有个剧情在走。但是我也不想因为用这样剧情来框住他，对，因为他跟我讲他是草原上的一匹马，干嘛？然后我要把他拖进赛马场这样子，对，要按着那个轨道走，而且要跟别人要有前进后退这样子，对，因为我自然这二十几年的演出呢，近上千场都是在我自己的那个掌握的 tempo 里面，现在不是，现在要。进入艺术家的轨道，一个坑，对对对，他，我就说好了，那你先画坑坑，画框框给我。嗯，他一直觉得我到现在都心不在焉，其实他们一路在变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心在焉。你不是选了12首歌吗，导演？是啊，就是在这一夜之间，要用借由这12首歌来讲出天妇罗的故事。他不止12首歌，只是讲他当初发生故事的那种情绪。他还有很多的台词必须跟我们的，比如说陆毅静啊，我们的影后啊，很多表演，还有威尔森啊，他的那个很多戏剧的那个张力，我是很有兴趣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脸真的我感觉很有戏，只是从来没有人证明过这一点。哦，大家平常只是听演唱会嘛，演唱会对他来讲小 case 啊，那个跨年这个已经办那么多了，唱到天亮都可以，二十年了，所以没有什么。应该有一点新的东西，那我觉得20年前，我觉得我都还很难讲。对，到现在我看那张脸哦，我看他真的是那张脸，那个脸真的，即使只是在凝视而已，都非常非常的有，对我来讲非常非常有故事。如果用2个字来形容这一摊的事情的话，就是皮痒，皮得紧，活得不耐烦，美其名叫做跨界、换跑道，其实根本就是皮痒。因为听说导演还找了一首歌，你很久没唱过。我一个跨年演唱会，我告诉你，一个跨年演唱会哦，可以演8个钟头，彩排、演练，包含团员抽烟喝酒的时间，3天搞定。他们跟我说，这个戏90分钟要搞14天，戏咋干呢？生哥，欢迎来到艺术的世界。这也不是我愿意的，因为要把这错到底是谁要把这个人。弄到可以演戏，而且让观众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，那个是需要花一点力气的。我现在还在跟他磨这个东西，我希望人家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面的陈升。也许我觉得你，也许你下半辈子要靠演戏，可能比较跟另外一村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然后跨年演唱就我替你去唱好了。我虽然看起来很落差，但是。我觉得我老婆还挺爱我的，我也从一而终。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外了。我们不聪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某种智慧，